刚回到家，已经把菜洗干净了，现在准备把这个配料切一下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家俊俊生日，我把这个辣椒切一下，红辣椒，我们这一家的。你生日不是过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还想过呀？嗯。今天跟姑姑一起过。你帮我烧火啊，慢点啊，姑姑，把饭煮一下吧，把饭煮一下呀，你快点，我现在没空，把菜切了，是吧？那等一下你来煮。本来是叫妹妹他们上来吃饭的，结果他们有事，然后就不来了，所以等一下叫奶奶来吃晚饭。先把这个龙虾炒了，还买了一点这个龙虾，一斤多的，30块钱一斤，好贵哦，我们这边龙虾。先把这个肉切了，这个是牛肉。牛肉？对呀。哇塞，好久没有吃牛肉了，今天特意买一点来吃。我这学校没有吃牛肉。你在学校吃什么肉啊？没有吃牛肉，没有。烧好了没有？没有烧好。啊？没有烧。没有烧好啊？不是烧起来了吗？真棒！哇，这个太棒了！快，妈妈又弄进去的。哇塞，烧的这么大了！妈妈加柴好不好？谢谢你。你不热呀你？不热。不热啊？不干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去休息吧。不能去休息，我还要干活。好吧。差不多了，把这个龙虾捞出来，然后把配料炒一下。还没熟了吧？还没有味道。这个石头就是。快点加辣椒。辣椒、葱姜，再加上一点。出锅了，放了一点这个金针菇，哇，好香啊！拿过去吧，起锅。这个牛肉多少钱一斤啊？45。等一下，55块钱。我是油烟机了，刚炖炒了就不烟了。买一个呗。买个快来。不然里面好呛啊。牛肉不要炒太老，我感觉我爸他炒那个牛肉好好吃啊。就可以吃饭了，已经熟了。我好久没吃白菜了，这个新鲜的白菜。这个不是青菜吗？什么白菜？这个小青菜啊，白菜和青菜你都分不清了。在外面吃，这里面太热了。小青菜，收洗了没有？洗了就可以吃啊。
今天你爷爷去卖西瓜，然后在别人那里吃饭，他可能吃饭了才回家了。我们先吃了。妈，你看这个又好，慢点。妈，他的屁股不可以吃。他的屁股可以吃。妈，他的头不可以吃。嗯。有姐。没有啊。这个黄里面的。今天没有猪肉。昨天才炖猪肉，吃不了多少。那来花椒菜一样。好。呀，对。生日快乐啊！做饭咋样？赶紧出来啊！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嗯。干嘛了？你就还没回来呀？还没吃好啊？等一下给，等下也要回来给个礼物。好，好了，谢谢哥哥。哦，那个是你的，你的名字在那里。来，这个是我的。嗯，吃。好。快吃吧。嗯，一个小孩在这里，一个看星球，一个在做月亮的。等一下有月亮就是像这个。好、嗯，这样就挂着呢。结果有一个孩子挂那里去。那边吧。好吃。嗯，好吃。一大火箭，很高，这个是很高的。嗯。这是干啥的？就是一个火车，一个火箭，一个人，一个月亮。嗯，那个一个月亮很好看。这为什么那么娇艳？